经常听人说啊，再瞎买东西就把手给剁了，那我就不明白了，这是怎么回事了？剁手，剁手，剁手！好大的杀气！什么人？小女子自峨眉山而来，求见天下第一铸剑师西虹先生。为何而求见而来？求见何用？杀人！什么人？天下第一男模。哦，丑。雷震天。雷震天，你怎么了？实不相瞒，每当我听到这三个字，就忍不住浑身战栗。真的吗？不信你可以试试。雷震天，再来一次。雷震天，信了吗？信了。嗯。此贼嚣张跋扈，滥杀无辜，小女子父亲不幸命丧贼手，求西虹先生锁住宝剑，亲手铸制，以报复仇。侠女大恩大德，在此谢过。你是？西虹先生是我亡夫，我是西虹氏。西虹氏，不像吗？像。那西虹先生他，不幸那个贼手，所以什么仇，不共什么天，请侠女那个雷震天。哪个？杀了雷震天，替我那口子报仇。善恶终报，那个有眼儿，练神功，我做宝剑，啊，我铸宝剑，天造地设，百年好合，不对，齐心协力，早生贵子，呸，应该是天作地合，大仇必报。亲，来看看我们家的剑吧。来，这一款日月神剑。哎呀，过季了。这一款倚天剑。哎呀，跟我的口红不搭。这一款淑女剑。哎呀，我小师妹就用这个，我怕撞剑。这一款屠龙宝刀。哎呀，这个太重了，我怕崴脚。六脉神剑。哎，这个好。哎，刀下留手。看来我只能把我压箱底儿的拿出来了。传说中的驴剑吗？没错。请看这款7.0升级版的驴剑，旋转剑身搭配双层剑刃，一层砍掉头颅，二层刮进颈椎，砍头无死角，让你砍得更舒适，更酸爽。好剑，好剑。不过我还是比较关心剑鞘的质地。哎呀，不愧是侠女呀，亲！哎，如果没有一款出众的剑鞘随身佩戴，如何彰显你侠肝义胆、豪气云天呢？这款怎么样？哎呦，亲，真是好眼光！哎，这可是百搭款啊！哎，跟你说啊，它特别衬你的肤色，显得你特别的白。哎，不是所有人都能佩戴它的，只有亲这样的大长腿才配得上它。哇，亲，你简直就是一个行走的剑鞘架子。你带着他啊，随便在街上走两步，什么帅哥靓男，回头率不要太高哦。结账。好嘞，一共是50万两。你练神功，我做宝剑，血海深仇，不共戴天。神功已成，只缺宝剑。宝剑不就在这儿了吗？你买呀买呀买呀！哎呀，太贵了，便宜点。这样，我给你打个9折。你练神功，我做宝剑，神功一成，只缺宝剑。宝剑不就在这儿了吗？你买呀买呀买呀！一折吧。一折太低了，这我卖不了，你去别人家看看去。一折怎么寻思开口的？这是。你练神功，我做宝剑。哎，你刚才在叫我的吗？没有啊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你先让我试一下。哎，不是，哎，这第一款不能试啊。不行，你先让我试一下。是不好是坏，我慢。天下武林唯我独尊，慢点啊，千秋万代。
一统江湖。你为什么要杀我？对不起啊，不是故意的，我下次再也不这么鲁莽了。还有下次？想我雷震天，竟命丧于此。他刚说他是谁？我太紧张了，我没听清楚。哎，你刚说你是谁？哎，他怎么不说话了？他刚才还说话了呢。想我雷震天，竟命丧于此。雷震天，他就是我们的仇人。我去确认一下。确认一下。哎，重要的事情说三遍。想我雷震天，请命丧于此啊！雷震天，雷震天，雷震天，你玩没完了？能不能死了？能。父亲，夫君，我练神功。我做宝剑，大仇终报，苍天有眼。好了，退货吧。啊，退货！这人伤完了，我剑用完了呀。这个不是质量问题，我们概不负责。哎呀，你不是外面写着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吧？不是，但是哎，不是你先。哎，不是，刚才你说你要试试，我不让你试，对不对？拿这个剑你就。别你就把人给杀了，对不对？哎呦，过了呀。承认人是我杀的，刚才我是不是说试一下？我就这样试了一下。别停！但问题是你先过了，这样又过了，我跟你说。今天还有几个病人啊？哦，还有最后两个了。站起来。下一位，吴大郎先生。金医生，帮帮我吧。哦，他就是哦，吴先生，对，你坐，你坐，慢慢说。哎，请坐，慢慢说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把你的病症跟我说一下吧。金医生啊，我最近呢。得了一种怪病，只要遇到伤心的事儿啊，或者让我感到了痛苦的时候，我就会笑个不停。那不是好事吗？吴先生，就说明你生活当中充满了欢乐。哎呀，我充满什么欢乐呀？你不知道金医生，这怎么回事呢？就是我现在吧，就我媳妇儿，胖金莲，她都不敢让我出门见人。为什么呀？前两天吧。我去参加一个好朋友的葬礼，把我难受的呀，又是在现场笑了两个小时。哎呀，现在呀，所有人都，包括我媳妇胖金莲，都把我当成神经病。你说这我怎么办？我现在真的是特别的痛苦，是不？等一下，你看我这怎么回事呢？哟，你这样的病症我还第一次碰到啊！我估计他可能小时候受过什么刺激了。对，其实啊，吴先生啊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就是周边的人呢要对你更加的包容理解，就没事了。是，可是他们现在吧，经常骂我是神经病，有的人呢，还要打我。你看这又发了，你看。你不要着急啊，让我进一步诊断一下。啊，吴先生，请你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了。对，往前看。啊，坐下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你等等，你等等，你等等，不要笑了，你等等。我觉得你这个笑是装出来的，吴先生，真的。不是金医生，你这个何出此言呢？你觉得是装出来的？不是，我要是装的，我来医院干什么呢？金医生，你这样啊，你要是不相信我，我可以证明给你看。金医生，我证明给你看，我到底有没有病？你看着，看着，很痛的，快点看。你看，哎呀，你再看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不要，哎呀，
哎呦，哦，我知道了，好了。啊，你慢点坐坐坐坐坐啊！我现在想想办法，我用什么方法来？哎呀，试一下。哦，对不起，我来电话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喂，老公，什么？妈病了，晕过去了，啊，在医院呢。哎呦，妈，你先听一会儿啊，我还有一个小时下班了啊，我一会儿就过去啊。啊，好的，好的，哎，好。这是啊，怎么了，金医生啊？我妈病了，住院了。哎呀妈呀！你妈住院了啊？那一定得是特别的严重吗？啊，是啊。我妈病了，你叫什么呀你啊？你什么人呢你啊？控制不住不能自已，你说。好了，我知道我该怎么治你的毛病了。啊，我该知道了。哎呀，站着别动，要站好了别动。这么快就有治疗方法了？来，这也太厉害了，这家真是神医呀！你看这是，呀，金医生干什么呀？这是，哎呀，金医生，你别，哎呀，我这，哎呀，金医生，我发人诬陷呢，我没有那么想笑了。神医呀，太棒了！看到你，医生，不许笑，医生，这人是谁呀？医生，他是最后一个病人。医生，您救救我吧！怎么回事啊？我活不下去了！怎么回事？是妈妈受伤，年轻人，我活不下去了！这活不下去，你咋了？吴先生，哎，你有点爱心呐！年轻人都要活不下去，你还笑什么呀？不是金医生，你刚才不是说吗？要理解我这种人，包容我这种人呢？我现在特别理解那些想打你的人了啊！真不像话。你又来了是不？哎，对，不是，我刚才这个哈哈哈呢，是觉得你很幽默。有病！年轻人别着急，别理他啊。吴先生，你到后面躲一躲啊。来来来来来，年轻人别着急，别着急。哎呀，什么情况？医生啊，我最近得了抑郁症。哦，我有件事情一直想不开啊。嗯，这是抑郁症的前兆，慢慢说。我前一段时间爱上了一个女人。她特别漂亮，我们在一起很幸福。那还抑郁什么？不挺好的吗？但是我前天发现她已经有老公了，她不可能跟我在一起了。我的妈妈！什么事？但是我真的好爱她。我现在特别想死。你什么意思？不是不是，你看这个你说她有老公呢，我非常遗憾的。不是，但是你们就说你还真的很爱她，我能理解那种痛苦，你知道。你们不是，而且你说你们不能在一起，我也是。而且说你真的很爱你，真的很爱我呀。我错了。年轻人，不要在意，他是个病人啊，他和你一样，他也是个病人。你坐下，你坐下，慢慢说。我都这么惨了，他还笑。是，他的笑是控制不住，他是病，他有病。是啊，年轻人，你深爱的那个女人叫什么名字啊？她叫胖金莲。胖金莲，我媳妇儿。你媳妇儿。这世上本没有明星，而自从有了明星之后，就有了另外一种奇特的机遇。来，我们现在准备啊，五、四、三、二 ，Action！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啊？为什么？这个贱女人！你居然背着我去找小三儿！你本来就是那个小三儿啊！我今天非要教训教训你这个坏女人！啊！停！不是，替身上，还是老快！哎，别吃了，快一点！快你了！快快 ！Action！ 就是你这个坏女人！咔！别回头，别回头，坏人！下，别回头！快点，快点 ！Action！ 啊！你居然敢这样对我！亲爱的，其
心，打在你身，痛在我心呐。亲爱的，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。我怀了你的孩子。不可能。其实我早就。今天我非要教训教训你。快人替身上，别撤，快点，快上了，我这站不住了，上了，站不住了。Action！ 我要教训教训你。别回头，别回头，停！换人，上！快上，快点！Action！ 啊！你竟然对我们的孩子痛下杀手！你服不服？我不服！有种，你拿椅子砸我呀！好，听他的。呀！我这边停！换人，上！快点啊！结束了！轻点啊！轻点，一定去！我一定要教训教训你！停！快点，上！开！爹，快点，真是慢！Action！ 啊，你真是太过分了！咔！太好了！哎呀，好好好，孟子老师，非常好。那个啊，吃啊！谢谢导演栽培。待会啊，还有一个镜头从下面往上拍啊，那个脚啊，哎，是不是？没问题。好的。就靠这个镜头得奖了，好不好？好。要得奖？走！妈呀，这个镜头我能得奖啊？哎，那个谁啊，那个你休息一下啊，我们马上拍下一场。等一下呢，你就从这儿跳下去。木子姐，不应该你从这儿往下跳吗？哎呦，你是我替身，你不跳还让我跳，你跳下去。不是木子姐，我又不拿那个奖，我跳啥呀？不是啊，你放心啊，这个制片部门呢已经准备好了，你看下面那些枕头啊、被子呀、褥子都是给你准备的，你跳就行了，特别安全。五楼啊，俩枕头啊。木子姐，别开玩笑了，你这么想啊，如果说我拿奖了，那我片酬从50000就涨到了500000，对不对？那你想你呢？你就可以从30涨到35了呀！那都还不够我去医院的呢。咱俩也不是亲戚。哦，不去了。那，哎呀，站住！啊，有件事情，我想我应该告诉你了。什么事儿啊？我们是亲戚，真的。我是你的亲姐姐，我们是亲姐妹。哎呀，木子姐，太突然了！不是，有什么证据？我记得上次你帮我拍那个片儿，就是那个腰上中了好几十枪那个戏，记得吗？士兵突出啊！对，就是那个士兵突出。哦，就是讲一个军人腰间盘突出，后来退役了那事儿。就是这个，我记得你手上有个胎记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胎记，我也有一个，一模一样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哪儿呢？别着急，你等会儿啊。你看，是不是一模一样？我这是个圈儿，你这是个……啊，别着急，再等会儿啊。你再看，是不是一模一样？三角。不是，你再等会儿啊。你再看。不是木子姐，画个圈就那么难吗？不要在意这些细节。我说我是姐姐，你是妹妹啊！不，木子姐，啊，不是，我就不明白了，怎么忽然咱俩就成姐妹了？而且我们俩一点像的地方都没有，她怎么就那么奇怪就成？你说这点简直不可能，我实在是有点。想不通，哎呀，一模一样，心灵感应啊！你真的是我的姐姐，真的是你的姐姐呀！啊，妹妹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！哎呀，不行了，妹妹，还是算了，你别跳了，还是让姐姐自己跳下去吧。不。姐，你现在是大明星，我是替身，我来帮你跳。不行，我不能为了我的幸福而牺牲你的幸福啊！姐，你就别跟我犟了，我来跳。你这样我心里过意不去呀，你就让我跳吧。那你跳吧。
真是我亲妹子，跳吧，来，站这儿啊，姐啊，那个，这样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有两个酒窝，但你没有，我去把它给贴一下，好不好？行，那你把它贴上，这样更像我，好吗？好，快去啊！更像你吗？对，更像我。哦，那行，那我自己画丑一点，那你就画丑点吧，去，快点啊，都等你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这有的时候吧，就是得用点套路。我这五楼是挺高啊，管他呢。反正我要成影后了。Action！ 你站我后面干嘛呀？啊 ？Action！ 啊！姐，听好了。哇，这么敬业呀！干饭嘞！啊，吃个饭了。快，这是盒饭，这有鸡蛋。我要两个。大哥，我一个人是真不敢打劫呀，我还是回去找你一块儿来吧。大哥，他，哎呀，票算错了，哎，我的脑袋可能进水了都。喂，你好，你好，什么？你们两天前不是还是搞过什么消防演习了吗？这回又搞什么呀？打劫演习？好呀，真的吗？你知道吗？最近我每天都在看那个什么《今夜百乐门》，我可想演戏了。你说那个百乐门那个木子那么胖，多丑啊，还能当演员？我怎么不能当演员呢？对吧？好好好，机会来了。好，我一定会配合的。哎，你们快点来啊！拜拜。呀，说来就来了。晚上回去找我大哥吧。哎，那位顾客，说你呢？你？我。打劫的是吧？对呀。哎呀，打劫的，你快点啊！你带家伙了吗？带。在哪儿呢？带什么了？刀。刀呢？兜里。拿出来呀！给你。哎呀，你给我干什么呀？你拿着。好。架脖子上。哎。架我脖子上。啊。笨蛋，真是的，架脖子上。对了，好，快喊打劫呀！打劫，大声点儿。打劫！哎呀，我好害怕呀！你这个情绪不对的啊！刚才我是配合你表演，知道吗？好好，再来一次，大点声喊啊，才能下来。再喊，来，我打劫的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这个也挺好的，只是你把我小心脏都快吓坏了。是什么情况啊？这是？哎哎，你干嘛啊？我？你这样是要抢钱的吗？啊！借钱都不像你这个样子了。哦。站起，站起，站起来！再来一遍啊！哦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架我脖子上！嗯。大姐。啊！我好害怕呀！哎呀，你快把钱拿出来给我，快点！没钱吗？没钱了。没钱。回来。没钱你就走啊？对啊，这多没意思呀，对吧？没钱，那你这么大劫的呀？我的操！行行行，来过来，我教你，过来过来。啊，脏！打劫，首先你要有情绪，特别那种哈。我操！打劫！哎呀哎呀哎呀！看到没有？错了吧？把钱给我拿出来！我没有钱。废话，把手机拿出来，手机转账，快点。
转账。这个时候吧，手机转账这样就可以了啊，就可以转账过去了。啊，来，快，上我的二维码。我出200块钱了。给我，快点。都给你了，你看到了吧？这200块就到我这儿来，对吧？就这样可以了啊！你把钱还给我。要没事，一会儿你打回去不就完事儿了吗？对吧？来，来，来，学会了吧？哦，会了。来，你来吧。你200块钱还给我。没钱。没钱，手机转账啊。我支付密码忘了。你赖皮呀！哎，有的时候这种情况发生，你该怎么办？你知道吗？我该怎么办呢？你该怎么办？你，哎呀，我教你呀、啊！真是的、啊，这还要我教吗？就到这个时候，你有凶器呀、啊？有凶器。对呀、啊，我说没有钱的时候，你拿刀要行凶啊，对吧？对。这不就把钱给你了吗？对。来，你200块钱还给我。哎呀妈呀！哎呀！我问你啊啊，有的时候吧，就是你遇到见义勇为的怎么办呢？我怎么办呢？还手啊！我他妈跟你拼了我！我告诉你啊，有的时候吧，还会那么功夫好的啊，这不该怎么办呢？我怎么办呢？我发现你这个真笨，我给你的刺激太小了，真是太没用。嗨，看看看看，你好玩，真是的，看到了吗？我接个电话啊，喂，没有我，对，是我，啊，演戏马上就开始了，我都快结束了，啊，啊，饶命啊，我再也不敢了，不是他杀，你干啥来了？你俩在干啥呢？拜堂呢？你给我老实点啊！大哥，你快救我呀！什么来救我？我告诉你，他是来救我的，你知道吗？是不是？你是来那个打听演戏的警察同志吧？对吧，警察同志？是我，是不是？对，我是警察同，没错，我就是警察同志。这什么情况吗？他是劫匪啊！劫匪呀、啊！就是啊啊！光天化日之下，你敢打劫小卖部啊？行，跟我走。你是警察？我是警察，我带你走。我他妈跟你6年了，原来你是他妈卧底。你敢打我？我他妈跟你拼了！我带你啊！你们怎么就来一个人呢？我这犯罪分子太猖狂了，极其凶啊！搞定了，打死你我！什么？你们人还没到？堵车！我去！你怎么了？在哪儿呢？你真傻！我把你关起来，看你能怎么着？我还赚200块钱呢。谢谢啊！恭喜恭喜恭喜，重获重生了！好好好，谢谢谢谢。啊，来，哎呀，两位请坐，欢迎来到我们河底捞离婚服务中心，我是宋主任。您是董先生是吧？哎呀，董先生啊，是我们这里的常客了。常客。所以，董先生，你这次离婚应该也是对方出轨，对不对？那我给您个建议，继续使用我们的绿帽子套餐。你等等，你是认错人了吧？我是姓董，但是我是第一次来呀。哦，那可能是我们资料搞错了，没关系。第一次来呢，我董先生，看您的长相，看您的气质，以及看您的造型，我觉得还是绿帽子套餐适合你。你能不能别总看图说话呀？谁给他戴绿帽子了？这是我给他买的，你看这颜色多适合他呀！我跟你说啊，别胡说八道，我们还没有决定真要离婚呢，就是先来咨询一下。哦，咨询一下呀？张爱玲不是说过了吗？离婚要趁早。啊？他什么时候说的？对呀、啊。就在他说成名要趁早之后吧。啊。
哎，没关系，反正我们这儿绝对是为您提供这种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服务，让你们离过还想再离。什么高端大气上档次？我在门外等了十几个小时都没人管我，你一刻都等不及了是不是？那你加班的时候我等你多久啊？还有，你一上厕所就一个多小时啊，出来以后手机也不让我看，你说你在里面到底在干些什么？哎呀，我都是在工作呢。你骗鬼呢你？咱们两个已经吵起来了，离婚几率高达30%，非常好。哎呀，夫妻来这边呢，最怕就是心平气和，不敢吵不敢闹，夫妻吵越凶离婚越成功。夫妻吵架就要吵得天花乱坠，吵得天马行空，最好夫妻吵架能够吵出一桌菜来，西湖醋鱼、龙井虾仁、蜜汁火腿、生炒三杯、东坡肉、做扁鹊、松子鸡、三鱼面，最好吵到最后九娘对花、芝麻汤圆都能够吵。对不起，好了，那刚刚的确让你们久等了，可是你们在等待的时间有没有使用我们的特色服务扎小人？一边等待一边扎对方，一边等待一边扎对方，多解恨。扎了，扎得我手都麻了。各位观众，一个人能把小人扎成这样，那是得有多少的恨，那是得有多少的仇，那是得有多少的恨与仇。董先生，他都把你扎成这样了，你还不跟他离婚呢？我会手软吗？Oh my god！ 各位观众，这个完全是由针所组成的小人，一个裁缝师傅的针包也不过如此而已。他们的离婚率已经高达50%了，再接再厉。很好，既然夫妻都来了，那有什么问题大家就说说呗。其实呀，就是一些很小的小矛盾，哎呀，太多了，三天三夜都说不完。对，三天三夜都说不完。说出来，说出来，很多的大矛盾都是由无数的小矛盾所组成的，不要急，说出来。我跟你说啊，他呀，一加班回家就知道回来看手机、玩游戏，这一天到晚呀，跟我说不了三句话。我怎么总是跟你解释不清楚呢？我解释在工作吗？那是过分。从来没见过你这么过分的老公，有你这种老公，一定是你老婆不温柔、不体贴、不谅解，而且工作那么晚回来还不给你做饭吃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一天工作那么忙，在公司里要开十几个会，回到家里边就看见了在网上上网买东西，涂指甲油、敷面膜，我肚子饿了都不知道给我做饭吃。老公，我不是不过分，从来没见过你这么过分的老婆，有你这种老婆，一定是你老公不记得你生日，不记得你们结婚纪念日，甚至连第一次约会你穿什么衣服他都不记得了，对不对？对。你说你为什么不记得我的生日啊？还有我们的纪念日，一年就一次呀啊！你结婚之前怎么山盟海誓的？那些情深深雨蒙蒙的话都去哪儿了啊？我也是为了这个家才忘了的嘛。你怎么能忘了？离婚率高达20%，是为了家交钱。董太太，哦，对不起，其实我非常希望能够尽快的叫你潘小姐。其实我想跟你说的是，一个男人如果没有出轨，真的不应该走上离婚这条路。因为你要知道，一个出轨的男人，他一定是天天加班。他有吗？一个出轨的男人，他一定是一上厕所就在里面待一个钟头，还有吗？一个出轨的男人，他一定是出来以后不给你看手机，他有吗？你出轨了！我是流氓啊！我要离婚！在这签字。哎，老婆，哎，
赶快签，签完之后啊，你这辈子就永远不用再见他了。我这辈子都见不到他了吗？开心了吧？快签，快签。老公，我不想这辈子都见不到你。老婆，我也是。我们不离婚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不离。宋主任，我们决定不离婚了，我们成家了。不准走！夫妻同心，其利断金。只要你们两个同心协力，有什么会离不成的呢？而且到了我们河底捞离婚服务中心，如果没有让你们离婚，是我们严重失职。只要有我宋主任在，就没有美满的家庭。宋主任，你别激动，离不成婚这不是你的责任，不是你的错，是我们的错。我不离不行，我又没有正当的理由，怎么离婚呢？理由就是，那就你出轨了。我出什么轨？我就是出轨，我得有出轨的对象啊。对象他，那个对象。啾咪，么么哒。只要能让客户离婚，我们公司什么都愿意做。董先生，我做你的对象可以吗？哎，在这儿呢，来，把他给我带走。河底捞，你又把人弄离婚了。哎呀，真是不好意思，二位啊，这是我们精神病院病人啊，跑出来了。千万别信他，我就信他了，我离婚了，净身出户啊！我走，谁让他？只要我宋主任在，就没有美满的家庭。我没有病，我没有病。我才是宋主任。只要一提起创业，大家都会对一位70多岁的老大爷竖起大拇指。王大爷，您现在在干什么呢？我是在为我的下一笔生意做准备。那这锻炼身体还跟做生意有关系啊？当然有关系当然有关系。干我们这一行吧，就是要有很好的身体素质。让一让，我来钱儿了。哎呀，小伙子，你可撞死我了！这就是王大爷的独门手艺。靠着这门手艺呢，王大爷每月的收入能达到数十万元。那么他又是如何走上这条致富之路的呢？一开始，王大爷由于没有掌握正确的碰瓷技巧，一直一无所获。后来他痛定思痛，坚持学习，终于摸索出一套科学的碰瓷方法。碰瓷儿这个职业呀，它高风险高回报，它带有一定的危险性。那怎么办呢？科学碰瓷儿，比如说碰男司机的死亡概率是0.3%。那女司机呢？女司机100%。在有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碰瓷手法后，王大爷的事业蓬勃发展，他甚至成为了碰瓷协会的理事长。就在他春风得意的时候，一个突如其来的打击让他的事业陷入了停滞。这几年国家富裕了，车越来越多，速度越来越快，驾驶员的技术也是参差不齐，这对我们来讲本身是个机遇。可是从去年来看呀，我碰瓷儿界的同事们死亡率居高不下，这让我这个理事长感到忧心忡忡啊。之前啊，跟着老王能赚挺多的钱，但是现在年轻了，买死就飙车，实在太危险了。
他那套老方法都没用了。现在呢，这个碰瓷嘛，大家都不能碰，危险性很大的。子女呢，都不让我去碰瓷了。最难的时候啊，我也想过放弃，但是我不服，我不愿意向命运低头，我要扼住命运的喉咙，所以我呀，就决定与时俱进，改善碰瓷的方法。我告诉自己，心若在，梦就在，只不过从头再来。在王大爷坚持不懈的努力下，终于有了转机，他发现了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。那能告诉我们是什么方法吗？别碰火车。虽然我已经取得了成功，实现了人生价值，但是对于碰瓷儿事业，我的心中仍然有着永无止境的追求。看见困难我会上，看见火车我会躲，并且我们你涉嫌敲诈勒索，请协助我们回局里调查。警察同志，我这录着节目呢，不要挡我镜头。你干什么？同志，误会了，我这个请假了。亲妹，你记住了啊！每个追求梦想的演员，无论遇到什么情况，都不能忘记，一定要加强这个东西。对了，演员的自我修养。对头。哒哒。干嘛？走了？是啊。去哪儿啊？回家。然后呢？上班啊。不上班行不行啊？不上班你养我啊？哎，什么？我这次拍的是喜剧之王，你们演的一模一样，还要你们来干什么？啊！你们要发挥自己的特色。你就是之前的戏路走，演范伟，不管演什么就演范伟，演范伟，演范伟，明白吗？说说。还有你，你是学跳舞的，不管演什么就要学跳舞，学跳舞，跳舞，明白吗？不是不是，导演，我们是演什么都演范伟和跳舞，能行吗？有什么不行的呢？哦，我明白了，我就是跳舞，你就是范伟，对吧？对嘛，看看人家这个理解能力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喜剧之王，三二一，阿切！哎！哥，哎，干什么？你这是要走了？是啊。那个，不走行不行呢？我现在要回家，我得上班。那个，不上班行不行呢？不上班，你养我呀。那啥，我养你呗。哎呦，你要先管好你自己了，傻。他 good， very good， 这不演就对了吗？别的剧本都看过了吗？看了，导演。那就不要再耽误时间了。文艺片《花样年华》。不是，导演，我们还没准备好呢。三二一。Action！ 如果我有一张多的船票，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走？演范伟，演范伟，演范伟！
有一张多的船票，你愿不愿意跟我一堆走呢？那啥，也不用不用，你说这个道也没多远，坐啥船呢？没事咱就走两步，没病走两步。他无间道，三二一 ，Action！ 给我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怎么给你机会呢？以前我没得选，可是现在我想当一个好人。想当好人是吧？那你去问问村长啊，看看村长让不让你当好人呢？那你这是要我死？啪！啊！爸，对不起，其实呢，我是个警察。情未了，三二一 ，Action！你踏车，关键那什么，那个时间呢也不早了，我就先回地底下了。阎王爷等我打麻将呢。好，非常好，动作片第一滴血，三二一 ，Action！ 不是第一滴血，我怎么演？我演哪一段啊？就演在直升机上那一段吗？在直升机上拿着机关枪突突突突那一段吗？导演，我突突突倒是没问题，那关键在直升飞机上我怎么演呢？导演，我觉得呀，咱们能不能换一个场景去演？嘟嘟嘟嘟嘟嘟嘟。导演，我们干嘛呢？我不想演范伟，他也不想跳舞，咱们能不能好好演戏呀？我靠，当自己是谁了？嗯，当自己是腕儿吗？嗯，三弟，把他们给我开除了，炒了他们，我不想看到他们。炒我？嘟嘟嘟嘟嘟嘟嘟！我炒你。